记你得说啥叫我脑子里面啥都没有啊？你说啊，你啥？是说在这里是吧？这一片墙里面对是啊，对吧？啊，你看什么都没有，啊，脑子空的是吧？我懂了，对不要乱啊，说话啊。你老爸脑子怪怪的啊，都空空的。这个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好了，那个脑袋的东西会被吃掉啊，爷爷，你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啦。啊。啊，你帮他啊，包帮个我扎，包做个扎简一单的包下。扎就好好，了。那你要下来一下哦。好，不要动哦，我帮你你是绑个新鞋来的带。啊？是新来的啊？怎么都不太会啊？对呀，要不要帮我抓龙根儿啊？哎，老爸，你别乱说话，那个是他们学姐才会做的服务啊。他只会帮人家绑鞋带。哎，老爸，你干啥？我操，你这老不休的，你这不要好乱点了吗？搞啊！好点了原来吗？好你也点了好吗？这一口啊！还没呀，没有好，你要过来一点儿。哦，好好好好，那你背对我，拜托，让我看你痔疮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在这边你等要看我？我，有紧急的，有急救。啊，你快去啊，快去啊！那老你要爸看暂我时还痔死不疮？了。朵朵上班，我一个人来不好吧，我们在这里有事及。情等他们了。阿明肾亏哦，好好，你赶快来上班，拜托。一个肾亏，哈，我记得，我要每个都记哦，啊，不是这里，工作一下哦，好。哎，很近哎。哎，肾亏要收多少啊，朵朵？你肾亏收多少啊？啊，一般包扎收多少？1000块吗？在楼上还楼？哦，这里哦。先生，还有意思吗？还听得到我说话吗，先生？救人啊！好好，稍等一下哦。救人！哎，警察可以帮我一下，把他拖到安全地方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那麻烦你车子移一下，我帮他移一下。我先移一下他的车。你等一下，你死在很危险的地方啊，有点救不太到啊。哦，你有看到他了是吗？感谢，刚刚塞车有点趴，撞到没有，我。那我们没有回啊，医院检多。查一下吧。那个市民他爷爷的他妈超速撞我赶快啊！回去吧，你现在伤还没你好。伤还没好，你先跟我回去。你还骑得动你的车吗？医院就在附近乱而骑已。呢，我被毒没有，屁股而已你上啊。他车吧，这台车我帮他拖掉了。来，我们上车。那警官，你怎么脱掉了？你现在受伤不能骑车啊！快，还不过来听话！好，只是被撞到屁屁啊。那等下记得戴安全带哦。有啊，我系安全带啊。
哎，医生啊，市民他年年的不遵守交通规矩啊！我刚刚车子被撞到快坏掉啦！我刚刚红灯停啊，他后面的追撞我啊，单向道啊，他年年的。好，等一下，医院多休息一点啊。干嘛等红绿灯啊？载客啊，他年年的到处乱撞啊。卢董，你上了没？来，我们医院里面请啊。不是肾阳要额度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我来了。多吗？多多。我小心路上的车啊，他黏黏的，我停红灯后面撞我啊。好好好好好。是民啊，要撞我屁屁啊。啊，你是喜欢你的后庭啊。我以为你要上了哎、欸，可恶。对啊，你要帮他检查一下直畅啊！啊，你有没有什么受伤之类的？我没有直撞啊，阿公我没有啊。不是直撞，直畅。长啊，老爸是说直长啊，你听不懂啊。讲话要讲清楚啊。来，给他统一下。你先床上躺好，我先帮另外两个弄好哈。啊，你先继续帮我老爸包扎一下。老爸，你背对着人家，人家阿公，你啊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我帮你检查痔疮哈。你要看我皮印吧？阿公，我老爸的皮，不要出力哦，拜托。那么臭。阿公。老爸，你干啥？你那个是水屁了吧？我操，你是不是东西都出来了？我这里都闻到味道了。臭啊！听说你是肾亏吧？啊、你老爸说你肾亏是不是？什么、啊？我没有，不是肾亏啊，是我刚才就是好像撞到啊，那个肾脏那边好像有点痛痛啊，你帮我检查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还是我要躺在床上给你检查。哦，好好好，行。这张床可以吧？这张是躺死人的样子啊，你要不要过来一点？哎就是哦、好好好。啊，那我躺那个病床。乱讲话、啊，我活的啊。阿公，不要拿那个，不能拿那个，很危险。阿公啊，阿公不要冲动，阿公。危险啊！我也被塞过啊，要不要塞塞看啊？阿公啊，我是病人啊。啊，你以前的病历好像说你肾亏，要帮你洗一下肾吗？没有啦，我什么时候肾亏了？拜托，这个小孩子的身体才七岁，怎么可能肾亏啊？你骗我啊！啊，你阿公，你老爸说。啊，你别听他那个老头子头有问题啊，你知道吗？好好好，好，稍微的碰撞而已啊。神愧啊，那来来来来，请您下来，来请您下来，帮您包扎。有舒服点了吗？啊，再来一点啊，再来一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可以问一下，平时这样子是多少钱吗？因为没有这样收过哎、欸。啊，差不多30块呗。你还欠我3000块哎、欸，阿公。老爸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还欠人？我在出勤的时候你撞我车，还跟我收3000块。你撞我车、啊，他那年是你撞我车，你不下车。我刚在客，我刚在三换回来，你撞我车跟我要3000块哈。他那年这样子啊？你那个疗伤费还是给人家吧，我给你啊，现在薪水我欠保几付啊，好的好的，150的样子啊，那我们两个人刚好就300元了、啊。好啦好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晚点再问院长真的钱，下次再开始。啊、好了，你儿子帮你出了，你儿子帮你出了。啊，好，你们可以出院了。绷带咋白呀、啊？
我绷带还不没是一卖个一过百吗，哎、欸。老爸？老爸，那个绷带不是一个一百吗？要不要啊，买一好像下？是。好，我先帮你看哦。哎，没有啊，你先卖给我们绷带啊，我给你啊，买你个们可以十出个院啊。了啦，你们可以真出院了，的啊？你们可以出院了。啊，队我先买个绷长，帮我带啊，检买个查十个啊。啊。我还没听说院长说可不可以卖，你们可以先出院了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一个一百块啦，跟你说真没的那么啦，便放宜心啦。啦，不要骗我啊。有我啦，整地老啊，爸，整地是公不道是？价，公道公价。道价一百块啊，那你我是们不是不请，听我的哎、欸，话？先生，你还有意思吗？啊？你觉得绷带一个要多少？就一百哎，左右吧，啊，你对啊，没塞，多也怎说么是样？一怎么百样？啊。你没有塞过棒球棍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别乱这样来啊，你这不样会行医疗啊，出事啊。我是病人啊。哇，你别乱晒啊，我狗怂才能晒的，你别乱晒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会在这里监视着你啊，我们帮你拍照啊，你敢乱来，你懂的。医生啊，你就卖给他们吧，一个100块而已啊。不要这样欺负我啊！医院没人了啊！不是啊，跟你说真的啊，一个才100块，我们之前都是这样子买的是啊，真的你不假要的啦？哇，医生啊，你先帮我啊，治等我一下，好，等我我一等下，有点等我先帮他。啊。啊，你先处理他，你先处理他。啊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的脚有点受伤哎、欸，要不要帮你打石膏啊？感觉没有救了哎、欸。真的啊，帮我打石膏啊！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医药费我会多给一点啊，帮我治好啊，我还要接客啊。就慢慢开嘛，开那么快。阿妹，你调是一下。啊，我停红灯后啊，面行。的撞我啊，他黏黏的不看路啊。好了，帮你弄好了。医生啊，我这个要静养几个月啊。你要定时回诊啊，要帮你换石膏哇，啊。医生啊，这个要大概多久才会好啊？大概哦，半年呢，怎么办？那我什么时候要回诊一次？一个礼拜好不好？啊，1个礼拜。对啊，一个礼拜。好啦，那我先静养啊，你先卖他们 OK 泵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到啊，底多多你要少不啦？要啊？打一个我一连百他的啊，不肺用也是啦，卖了呗。你们他要朋买友几身上个？有啊。我们两个都10个。10个。啊，1000块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去拿。哎、欸，真啊，的你看假的多啦？一个好一百赚，块他哦。黏黏的。真的很好赚啊，还跟我说什么太贵，明明就这个对价呀、啊。钱。很黏黏。那如果下次我问到局长价钱的话，就是以下次的价钱算喽。啊，好啊好啊，是园长啊，你别乱叫啊。对啊，是院长啊。啊，我给你啦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没有啦，因为医护局嘛，我习惯叫局长啦，不好意思啊。啊。没事这里是啊。医院啊。你咋会白卡啊？你干啥嘞？啊，我就说我被院长撞吼，还没好啊。哦，哎，哎，阿肚子公，还在痛阿啊。公1000块。啊，谢谢啊，他黏黏好的有啦，够贵的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啊，啊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他黏黏的，好贵呀、啊！贵他妈啦，起码也要1000吧？想骗我？没有，院长现在不在啊。有好一点对吗？啊，其实我感觉到有点好一点啊，要这个要静养大概多久啊？你觉得可以走就可以走了啊，只是你要定时回诊啊，不然
你石膏也要拆掉，重新打上去啊。不是啊，医生啊，你知道晚上回诊很可怕啊，那个我动不动就蛋蛋了。就是晚上才要来看啊，早班的人手有点缺乏啊，毕竟我是看兽医的，我是当兽医的啦，所以我都是看动物的。哎，警官啊，那不是啊，医生啊，兽医怎么会治人呢、啊？因为这个城市没有人在养动物啊，所以就来报个当个看人的嘛。警官啊，一直叫成警官了、啊，还习惯见警察啦。医生啊，我都把我当动物在治啊。对啊，所以还可以啦。你确定你这样医术正确吗？哎，动物比人还难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确定我是真的要包石膏？你想一下哦，现在动物没有健保，人才有健保哦。哎，那我怎么听晚上都说没健保，然后动不动就3、5千块呢？没有健保晚上。这已经很便宜了哎，动物更夸张哎，动不动就几万块起跳哎。你这样讲好像我有对点啊，你释看怀，骨那我这折、样医结药费扎要什多么的，少？算你4000啦，才包个石膏而已，你要定时回来回诊呢。你看你现在已经站起来了，你看多厉害啊！真的啊，我感觉我会跳呢。好啦，那你晚上再来看看呐、啊，看看小姐们呐、啊。他们的医术比较高明，哎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脚还没哇，好。跳了感觉脚痛痛的啊，那晚上的医生很可怕啊。不怕不怕啦，都很温柔，我还没见过他们啦。啊，你就是没见过他们啊，他们问你第一句话就是你要不要捐蛋蛋，因为医院的库存有点不够啊。哇，那你以后还是早班来好了，就晚班好像有点恐怖啊。不是啊，我都跟你讲了，很恐怖啊！你也是男人啊，你那个蛋蛋少一颗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吗？你没看我现在走路有点缩起来了吗？医生啊，我感觉我懂什么了、啊。我车被我要先偷去签车啦。啊！我的车被偷啦！会不会是刚那两个啊？好，那我去报个警好了。5000块的车也要偷，真是的。我本来想说载你会去不车会是？库的。不要啊！我跟思明借车啊！医生啊，你先把你的车拿回来吧，好你的，还好要的，救好人的。啊！要怎么报警啊？请问怎么报警啊？我还没报过警哎。你掏出你的手机啊，然后你就直接报案啊！记得打上你的编号啊！哦，然后你就形容你要报的案啊，在这等警官来啊。好的，感谢你。哎，你车回来了，你车回来了。好哎，像偷没车事啊，啊！干被嘛？我偷的车车，我了。要载人呐、啊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很危险啦、啊？你奶奶的，你都不锁车的。对呀、啊，给你上一堂课，我们还会很拿来换呢、啊。刚刚是挂急诊呐、真是的，下来是要啊！出交去学洗车费，子啊！学费给你收8000块就好了。没钱了啦！哎，你怎小么这兔样崽子子，啊？真的没钱了啦！可以帮我修吗？哎，你们有技工吗？没有的话叫技工喽。有啊，他就急功不是吗？哎，你是技工？我车行的啊，阿公记错了。对啊，我记得他是计程车的哎。我帮你修个车啊，5000块，好不不用不好？用不用不用，我叫车我叫车，我叫人我叫人。来，我帮你修啊。啊，5000块啊，我已经开始修了呀。你别跑啊！你再动我就真的要秀了呀！我要去载人啦！
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是，我知道打那个 help 可以啦。现在还在，我知道进去不用钱。没有，我要演一下吼。我本来想说他们把我车弄坏了，结果那两个根本土匪好吗？我说你们把我车用坏了，交出来，就说我自己偷，自己掏他什么修车包出来，收5000块。我知道他们是诈骗集团啊，我被他们骗了很多了，好吗？但是我就是要演呐，没办法不演呐，对不对？可怜呢。哎，我觉得要有个病历表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比如说谁的蛋蛋被切掉了啊，都要在那个，都要写明清楚。不然你看我刚刚说，你刚跟我讲说他肾亏收5000，然后他说他没有，又尴尬了。有事院长帮我瞧，重点就是院长不在啊。哦，反正就是一开始菜就是被欺负啊，没办法。但是救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刚是要骗人，把他们拐走，把他们骗走。我问院长到底多少钱呢？这个你可以问院长要不要搞个病历表，对啊，可是病历表又很。觉得有点麻烦，因为，等下哦，我可以先挂下班，然后去收个东西吗？因为长蚂蚁了，我的碗上面有蚂蚁，我想先用下班，可以吧？我先下班一下好了。对啊，收费有规定啊，有一定的规定啊，所以。我想说，如果他真的是肾亏还是什么的，就以后回诊的时候就收那一笔钱啊，有没有？又不能说，你看早班说你肾亏，然后你下一次回诊跟收个5000块，下次回诊说收3000块，怎么变不一样？下班把自己藏起，这是换衣服。哎，朵朵，你叫什么啊？他们说你叫紫什么啊？紫色的紫吗？还是紫什么？你看，现在医护局没人上班了，来啊，搞事啊，去死啊！紫 V，怎么会叫紫 V 呀、啊？好，我先去弄一下。
我回来了。好，上班上班。好了，喂，没声音吗？喂，有吧？有声音啊，乱讲话啊！北湖啊，刚来。我白卡就是被院长撞的吼。简讯？怎么简讯？来不及啦，应该是来不及了啦。这个吗？这个是稍早的啊。脚机。哦，他昨天撞了我肚子一下，还笑了一声，跟我讲说抱歉啊，阿星，然后就跑掉了。好了，反正我不知道脚机出事啦，我要继续去看动物了。等一下我要吃个药，停在旁边这样。医护上班除了我还有谁？还有上帝。现在医护上班就只有我跟上帝了。走哪里呀？救人啊！其实他刚刚做的是对的，就是应该要请有人来拖吊车把车吊走，然后医护继续。